我们一起来参观 Stargate 语言学校。从大门进去后，搭乘电梯到三楼，就到了学校综合楼层。这里是表格登记处，这里是行政办公室。P.S. 感谢中文经理带我们参观校园哦。我们往另外一边走，这是学校公告栏。这里是学校大厅，学生可以在这里聊天和休息，两周会放一次电影哦。这个是活动信息栏，这是学生食堂的用餐时间表。这是学校周边活动地图，学校好贴心。门禁告示牌提醒学生门禁时间。接下来我们前往教室区域。这是一对一教室，两旁都是这种教室。这是团体课教室，中间区域都是一对一隔间开放式教室。Tell me something. Yeah. The English. Yeah. I want to travel. Yeah. Around the world. Yeah, yeah. 加油学英文哦。接着看到新的一对一教室，接下来看看学校超赞设施，全美游泳池和健身房，风景真的超美，超适合拍照。在游泳池旁有设备齐全的健身房，跑步机、交叉椭圆机、重量训练器材都有。接下来我们前往宿舍区域，我们先看到的是普通单人和双人房型，里面有厨房，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洗衣机。这是房间，两个房间共用一个公共区域，每个人都有自习桌，门口有告示，异性禁止入内，房间内禁止吸烟。接着我们看到高级单人和双人房型，有独立的厨房、客厅和洗衣机等设施，好舒适。这是普通四人房型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